区议会关乎民生大小事，新制度下的选举重塑区议会是完善地区治理工作的重要一环，在制度上全面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。区议会由民政事务专员出任主席，一共有470个议席，其中委任议员有179席。行政长官根据用人为才原则，委任专业人士或区内重要持份者。地区委员会界别议员由18个区议会下同称三会的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、地区防火委员会和分区委员会委员选出176席。地方选区议员是由直选产生，一共有88席，由当区选民选出。当然议员就由当区乡事委员会主席担任，安排同现在相同，有27席。任期出年1月1号起生效，为期4年。区议会重新发挥应有的服务和咨询功能，配合特区政府落实地区工作，提升地区治理效能，实现良政善治，亦都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。